请到贵宾来跟我们来致辞。首先呢，邀请到我们高雄广护宫的总董，也是我们台南市议员杨忠诚议员，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感谢咱这些高宾贵客，拢来参与着咱这颗这颗啊，对今仔日开始的重头戏啦吼。啊，首先先来感谢着咱市政府、咱民政局的支持，啊，搁再来感谢着咱七月文化季活动的咱的副总干事嘉阳，甲咱的文书组长胡景尧吼。他忙进忙出的，蛮辛苦的。啊，上重要就是我来感谢咱林立锦立委来甲咱向文化部、甲内政部来讨着经费。那么咱这回啊来甲咱讨经费的用的单位，就是咱东湾社区发展协会，嘛感谢咱李明权理事长的支持啦吼。啊，阮的罗主总干事啊，咱的朱秘书，咱的陈主任吼，甲毛特助啊，咱的各位里长乡长啊，学校的陈校长，也嘛感谢咱学校这些团队啊，会知啊，甲咱这个场所啊，甲这尼啊熟悉，所以嘛来感谢的咱陈校长对咱的活动的支持啊，吼。当然，一颗石的工课会使讲非常非常的繁杂啊。那么，就是原来靠咱规个21届的党干事安尼用心，大家合作来斗完成着，要来当咱的这个第十处的石科啦吼。啊，所以头拄啊，安尼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来咧甲记者介绍，讲一间庙宇。伊会当做十颗石的一个庙宇，相当是无简单。啊，所以咱敬主讲为圣王，是咱当地会使讲的信仰中心。那么唔忙伫咱这颗石，伫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啊，搁予咱大家安尼拢这样费心，安尼来甲咱筹备着这回文化祭的活动。我讲过去，咱可能。只知道王公爷，可能伊的历史背景，咱嘛拢无了解遐尼啊济。可是伫咱即回的电视，你若大家来看完，咱就对王公爷阁有加另外一层的认识，包括不止伊的谋略，甲伊的才能啊吼，真正是值得咱像咱这后世，大家拢来甲伊效仿。所以伫遮借这个机会来感谢着千千万万大家来甲咱这件石刻的工作安尼陆续来安尼促成，来共同来完成。所以伫遮也来感谢大家，啊，祝咱今仔日的开展能够大家支持之下圆满成功，也让我们的这些国小的莘莘学子，从现在开始就来认识到我们广惠圣王的历史了哈。谢谢大家，谢谢总董。